今天呢给大家拆一个电磁炉，这个电磁炉呢还比较常见。这叫什么牌子的？啥牌子啊？咱拆一下啊，拆开让大家看一下里边能出多少铜啊。这个摸着还挺沉的，看这个质量怎么样吧啊。好，弄得零碎的。看一下吧，朋友们啊，里边有多少好东西，全明白了。这个是铜的，看到吧？铜的，有铝的，这个摸着就挺沉，所以这是个好的。这个线是铜的。咱把这个铜线拆下来，这铜的看出来了，看真是个好东西嘞，好东西，看铜的，嗯，有铝的，铝的就不行，看这个还挺厚了，这是啥？也得把它拆拆，这是怎么了？主板啊，张飞抡大锤，张飞。嗯，不好拆、啊。我怕等着手了手破了。嗯，去慢点。就裂个口子。嗯。哎，看这。这次行了吧？这次行了，组长。就这样。弄个稀烂。这边就是这块铝，嗯，比较好。再就是这个主板，啊，别的没啥东西。好，我们来称一下这个铜有多沉哈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好，0.1罢了。3两留了，再去上这块儿，三两沉，我说三两，我干了，我干广西的，看看今天都收到啥了啊？这一堆，啊，一个这个，再个录音机，嗯，挺好的，这挺好，哇，正亮了。这是个灯，这灯怎么见灰？这样的，漂亮啊！漂亮，灯亮是吧？嗯，近的是吗？啊，这收一堆东西，一个 DVD 是吧？超级 VCD 啊、嗯！这个比之前那个薄了，还是看？嗯，这20多年前的东西。嗯。好、哦，这里边全是活的。这白的是？笔记本啊。这不是这笔记本吗？我操！读书机啊！啊，好，好纸糊了这是。不是啊，原来这个读书机很重要啊。我没使会儿。我也没使会儿，这个是00后的东西。哎。00后。就一页是吧？这就是啊。几页？就是一页，它就是读这样读啊，啊，它是放卡，里头有卡吧？你 看储存卡，一个 G 嘛，是吧？一个 G 的储存卡，你看，嗯，好，老可惜了哈，好，挺好的这个东西，都是老玩意儿了，嗯，好，
不错，不错啊，不错。你这气，小孩儿也是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暖壶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暖壶老了。这一个暖壶啊，这都原来，原来在40年前了的，就是父辈们他们结婚啊，都送暖壶，得两对暖壶。看这壶单坏了吧？这壶单暖壶都是这种小暖壶，现在没再有这种。我想着还他们有带吸头是吧的？对，你看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暖壶单。还没坏，来看一下，看了吗？哦，挺好看的。看了吗？没，只要这个头啊没烂，它就不跑气，它就是真空的，真空的它就保暖。嗯，如果这个啪一打，啪一下子就完了，对呀、啊，就不保暖了。是个好东西，好东西。嗯。咱给他测试一下吧，朋友们啊，咱拿这个，然后摔一下，看它很响吗？让大家看一下。来，朋友们，咱扔了哈，看它很响吗？哈，真空的哈，别刺着哈，离远点哈，朋友们。你们离屏幕也远了，朋友们。哎呀，这么很响、啊。碰着呢，差点刺着，全碎了，好恐怖啊！这是真空的，吓我一跳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视频到这了哈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，啊，拜拜。